曾经，天上有一个荣光的王国。下一项工作是，我会跟上的。超新鲜雪摊，五乘以八十。还说，哎，带鱼吗？很新鲜。这项工作是，
在草地上，能听见大地的心跳。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。我会跟上的。闲人勿扰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！啊，棒棒炸弹！嘿，哒哒哒！下一项工作是。给我吧，热乎热乎嘛！哎呀，哼！棒！我会跟上的。如琉璃般飘落，
相公。闲人勿扰。跟上的开锅了开锅了，岩石的重量有人需要帮忙。下一项工作是为了阎王帝君。见识下师傅的枪法，锅巴喷火，耶！选对象选错了。向着星辰，感谢你完成了。向着星辰，
来尝尝万明堂的手艺。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运动是必要的，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我会跟上的。是存还是不存呢？我会跟上的。
向工作室。你还好吗？我也没想到你的哥哥会和深渊在一起。振作起来吧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他。现状越是难以置信，我们越是不能停下脚步，对吧？他说了要我们抵达旅途的终点，一定还是想和我们好好谈谈的。旅途是什么，终点又是什么，还等着我们去见证呢。嘿嘿，接下来我也会当一个好向导的。不过现在我们应该去哪里呢？要继续踏上旅途的话，你是说当初让你和他失散的那个神吧？的确，毕竟那个神明才是现在这种复杂情况的根源。或许很多谜团可以从他身上得到答案。于是现在已经排除了两位神明，风之神和炎之神。那么接下来，之前钟离和我们说了，道七现在处于锁国状态，用正常的办法应该是无法抵达的。要不然我们去找个道七人问问要怎么样过去吧。我也想到了，璃月港里的竹子，他就是从道七来的，我们去和他打听一下吧。世界充满未解之谜，让你久等了。听凭风影，你好，不应该讲幸会吧，我正在学习更加本地化的说话方式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想打听一下要怎么去道七。原来是这样，办法我倒是知道。太好了，我们找对人了。不过那是个成功率微乎其微的办法。微乎其微？那你是用什么办法离开道七的呢？
正是用了这种办法，才知道它究竟有多危险。那个时候，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扎的小木筏，前有风暴，后有追兵。逃出来之后，我在海上漂了好多天，食物和水都用光了。当时还以为自己已经走到尽头，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可没想到，我的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，或者说，迎来了新的开始。对啊，真是九死一生的旅程，我能活下来，应该都是神明的眷顾吧。这也太危险了吧，就算这样也要离开道奇。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压抑了，气氛太紧张，出入都要勘定奉行多重审核，和我的性格实在合不来。勘定奉行那是什么啊？负责管理道奇各项事务的机构被叫做三奉行，打比方的话，和离月的七星八门是相似的吧。比如勘定奉行的职责之一是严格审核出入道奇者的身份，并在离岛对外来人员进行统一管理。还有最近的演兽令便是由天领奉行负责执行，他们就像是雷电将军的代行者，忠诚且无情啊。虽然说家乡的坏话不是太好，但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下待久了，对生活是会失去期望的。所以如果不是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原因的话，还是放弃前往道奇的想法吧。啊，可是道奇外海的暴风雨连绵不断，从不停歇，就算突破了风暴，还要绕过执行锁国令的武士。就算是突破万难来到道奇接待外国人的离岛，也需要出具相关证明，不然还是会被赶走。这就是存心不想让人靠近道奇啊。啊，那只是为了保证岛内的物资供应和信息流通而开设的港口，一般的外人是拿不到证明的。但你们如果真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话，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。木筏还是太危险了，而且我多半会晕船的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可以去问问离月有名的南十字船队，有没有办法带你们去道奇。他们常年远航，见多识广，或许有突破那片风暴的方法。可是他们是武装船队吧，他们会轻易答应我们的请求吗？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，如果能说服他们的首领北斗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哎，南十字船队的旗舰死兆星号，我听说正停在孤云阁附近补给，现在动身说不定就是个好机会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去见一见那个叫北斗的首领吧。飞比跑快吧，留意脚下。一决胜负，禁止接触。
在这儿哟。霜寒化生。闲人勿扰。留意脚下。一决胜负。霜寒化生。禁止接触。我会跟上的。好像弄砸了，在这儿哟。闲人勿扰，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。我会跟上的。如琉璃一般飘落，棒棒炸弹，交给我吧，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。禁止接触。
你是？我对你有印象，你就是对抗愚人众和奥塞尔的那位旅行者，对吧？我听宁光讲的，有位旅行者拯救了璃月，见识卓越，身手不凡。他这个人很挑剔，能给出这么高的评价，相当不容易了。我当时就在想，究竟是何等英才，我也想亲自结交一下。看你的穿着和你旁边跟着的小东西，我觉得大概就是你了。不是小东西，是派蒙。派蒙？嗯，着实有趣的生物。从二位身上不光能感受到风雨大地的气息，还带着些许星空的味道。啊，什么和什么，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点评了。没什么，只是我相信命运的邂逅必定有其意义。有点相似吧，不过在道期叫法应该不一样。这位是风原万叶，因为一些原因暂时留在我的船上，时不时就会从他嘴里冒出两句文词。有船有海风，不吟诗几句岂不是不解风情？也有道理，不如南十字武斗会开场的时候给你个表演的机会好了。那要由性质而定，为某事而作的诗往往会缺了意。机会难得，又有大英雄的参加，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嘛。等等，南十字武斗会是什么？还有你说的大英雄是指？哎，我以为你们一定是来报名的，居然没听说过吗？南十字武斗会是我举办的比武大会，会有很多想要一展身手的人来参加。参赛有两条重要的规则，首先名头要响亮，至少不能是完全不会比武只想凑热闹的人。当然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没有谁比你的名头更响亮了。第二条规则，那就是参赛者不可以拥有神之眼，不然实力悬殊就太大了。我知道你对你的实力很自信，但不要小看藏龙卧虎的璃月哦。像你这样拯救过璃月的大英雄来参加我的武斗会，一定会变成很大的话题，应该也能吸引来更强的人。可我们真的不是来参加武斗会的。别着急拒绝，这次武斗会我准备了特别宝贵的奖品，那就是一枚无主的神之眼。其实是我提供的，如果武斗会的获胜者能够重新唤醒这一枚神之眼，那这神之眼就归他所有。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存在。神之眼的持有者逝去之后，神之眼也会失去光芒，但外壳并不会消失。这样的外壳能用来做什么，尚无定论。但我觉得，既然空壳留存于世，或许就有传承的作用。是啊，在我看来，神之眼是旗帜，代表了神的认可。那么能让它闪耀的，一定是强者中的强者。为了发掘强者，也是为了让神之眼重焕光芒，我就举办了南十字武斗会。如果你没有神之眼的话，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获得属于你的神之眼吗？是啊，比起什么武斗会，我们更想知道要怎么去道期。道期？你们想要去那个地方吗？哎，早说嘛，不就是去道期，没问题。那如果你赢了，奖励就变成无主的神之眼，去道期的死兆星号船票，二选一好了。你只是想让他参加你的武斗会吧？为什么不呢？强者越多，武斗会就会越精彩，而你是我无论如何都想邀请的参赛者。那怎么办呢？为了去道期还是要参加的吧？那就先去会场报名吧，武斗会的会场就在孤云阁，等会儿我和万叶也会过去的。接下来只需要等时间给我答案了，倒也不坏。那些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岩石的重量，缠起来吧。多久才学会？下一项工作是我会跟上的，我会跟上的。报名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参赛者的情况吧。北斗说，参赛者需要响亮的名头，我们会对上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好，请问你们也是来参加南十字武斗会的吗？嗯，想要精进武艺，就要更多的在实战中积累经验。师父是这么教导我们的。不过对我们来说，除了将比赛当作训练之外，也很想拿到那个没有主人的神之眼。是的，如果有了神之眼，我们就一定会成为师父最得意的弟子了。这位师父听起来很厉害啊，是很有名的人吗？是啊，他是灵山派的开山祖师，非常有本领。我和我的师弟都是这一派的传人。这很正常，因为刚刚成立不久，远不如我们师父知名。他是位武学大师，自创了很多门功夫，听说有十几个门派的武学都受了他的影响，而他在灵山派传授的是一种叫化劲的功夫。化劲？这是一种气功，能够运作周身的元气，不动一分一毫就能化解外来的攻击。比如我们的师父就可以轻易扭转对手的拳落，又或者是让扔向他的石头偏转方向，还曾经把一个挑战者震飞了出去呢。确有其事，只是非常难，我们休息了很长时间，也只是学到了皮毛，还不能熟练运用。唉，只怪我们天资不够聪慧，无法迅速掌握要领。但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快交不起学费了。还要学费的吗？那是当然了，师父可是武学大师，每天都很繁忙的，想让他亲自指点，怎么都要表达一些诚意吧。可是总是请师父指点，却始终没有长进，师父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。后来我们听说古华派有一位神之眼拥有者加入，武学上一下子就有了进展。那如果我们也拿到了神之眼，应该也能让师父满意了吧。没关系，能想到的办法都要试试嘛，如果只是等着，情况也不会变好的。对啊，但是一旦成功了的话，灵山派的名字就会载入史册，到时候振臂一呼就会有八方响应，就算是成为璃月第一宗门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嗯，在赛场上一决胜负吧。我会跟上的。年轻人，
看样子你也是来参加南十字武斗会的吧？也就是说，我的竞争对手又多了一个。你也是冲着冠军来的吗？对啊，既然要参赛，目标只有可能是冠军。对我来说，神之眼应该是……不不不，不是具体想去做什么。哎，虽然这么说有点自夸，各种考试从来都没有失败过，在大家的眼里，我是个完美的人。但我那就是……像你这么自信的人真的很少见。哈，这不重要。我在南市，我也带了好多人来帮我加油助威，当然我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学了些秘传功夫。你好了，比赛之前我还要做点准备，等会儿请期待我的登场吧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对呀，你们已经报过名了吗？那我觉得你们还是先去了解一下，武斗会需要比划拳，谁都不希望这种事出现。这个规则之前就听说。我嘛，是听起来好像不太正。怎么会？难道你们没听说过吗？这是除了比赛的荣誉。哼，他们居然趁着夜深，那时候我一个左，可我一点都没有退缩，反身一腿，那刀就朝上飞去，插。虽然最后受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同时应付四五个刀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。我们赛场上再见吧。我是不，好像有自我感觉良好的，有像是被骗了的，有实力真的很普。青侧装扳手腕冠军。这个荣誉，麻烦下一位来报名吧。首先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。难道是那一？我没听错吧？真的是那个人？哎，那个人没有神之眼吗？居然来参加这场武斗会。那个，我核实一下，你就是帮助黎月港击退了魔。果然是他，在送仙典仪上跟客卿大人讲话的那个人。等会儿能不能找他签名？你应该知道，这场武斗会是只允许没有神之眼的人参加的吧？真的吗？可是传闻中你的战斗能力出神入化，多次闯入险境之中。但他就是没有神之眼了。抱歉，无意冒犯，我相信大英雄是不会。虽然对你来说这只是走个形式，但如果你能说一讨伐了魔神奥塞尔这一条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还有别的吗？还和愚人众之星关公子交过手啊。这冠军肯定是他的了。我想知道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有这些好了，已经登记完毕。既然大英雄要参加这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来的，还有追加奖励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北，但是大英雄居然原来是这样，和大姐头提前谈好了条件啊。毕竟谁都没想到你会来参赛。总之预选赛即将开始。对了，这场武斗虽然你没有神之眼，为了不被误解，感觉这种程度的对手对你来说就算没有元素力也能够轻松取胜。那就参赛吧，我看好你。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，你希望现在就开始比赛吗？那么请跟我进入会场。引人注目的种子选手，他的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。突然好想说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，感觉还不如普通人，不知道他的自信心从哪里来的。嘿嘿，我们去报名吧。好了，既然赢了，去找北斗吧，他好像有话要说。不愧是我看好的种子选手。哎，你也看到了吧，万叶，
他战斗的时候一点都不拖泥带水，赢得又干净又利落。是啊，不过感觉就像是收敛了些力量，不想让对方受伤一样。大大小小的战斗我也经历过无数次了，只看这一场我也能清楚感觉到他强劲的实力，所以不需要吝啬你的赞美之词哦。嗯，如果要夸奖的话，我想想，打得不错。好吧，本来想让你说点诗词助助兴，但还是算了，果然不应该为难你。其实刚刚有很多参赛者都来找我说，完全没想到璃月的大英雄会来参加这场比武，报名的人也一下子多了好多，其中不乏武艺高强之人。我觉得所以我在想，应该给一方面不希望你在对抗普通选手的过程中消耗太多体力，所以我就直接让你晋级半决赛了。哎，刚刚那一场还是预选吧。大姐头性格如此，你是劝不住，而且就算凭实力，我觉这我倒是同意。那么我们先看看其他人的。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今天的重头戏。哼，大姐头对这场比赛的期待颇高，你的对手突破了重重考验闯入半决，可能他的实力仍不及你，但也切勿掉以轻心。那么就让我看看你是否做好了突破那。话先说到这里吧，观众都等不及了。你还你的半决赛对手名不见经传，却是一匹黑马。我没有在质疑大英雄的实力，这种水平的对决他没可能输的啦。好的，好比划。终于我们迎来了万众期待的半决赛，英雄和黑马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？奖品没兴趣，不过你很强，这就够了。出了很多汗，很不错，我承认是你要更胜一筹，我还需要锻炼。是啊，刚刚真的好喜，如果你拥有神之眼的话一定会。小时候我也想要神之眼，但是后来我就没兴趣了，我也答应过拿神之眼的人。咦，那你不是冲着那个没有？不，我只是想比武，只有败北才能感悟差距，才有机会成长，这才向真正有实力的人说。以后有机会再来比武吧，我会。对了，你知道谁会参加决赛吗？那个人是不是有没有我厉害我不知，不要掉以轻心。他走了，我们多打听一下决赛的对手吧，感觉要认真起来了呢。是你啊，我第三轮就被淘汰了。你知道是谁最后进了？就是当时淘汰我的那个人，我只是失误了一下，我这个体格，但我觉得他还。咦，你的师兄呢？他想要化境硬接拳头，结果被正中鼻梁，对方也慌了，一直在问他为什么不闪，为什么不闪？这就是灵。别说了，师兄受伤之后，这件事我也不敢告诉师父，不好意思，不该再。那好吧。嗯，谢谢。好像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，我们去找北斗打听一下吧，他应该比较清楚。精彩绝伦，实在值得盛赞。我能感觉到你有点不习惯，这也一度让战斗陷入困局，但你迅速调整了态势，取得了对决的胜利，这才其实是听出来的。的确是这样，不过我对你来说这也是非常新鲜的体验，对吧？我们想打听一下决赛的对手是怎么样的人。这倒不会，闯进决赛的人与其说强，不如说很有特点。他很快以身法见长，而且一看就有丰富的。怎么了？担心在决赛上会有点措手不。既然如此，
我有一个好的，之前并没有介绍。其实，这倒是能从你的文能掌书，武能横刀，虽不敢自诩武艺超群，以你的天资，我喂喂，这是不是有点犯？情报收集也是对，他们从蒙德一路走来。没错没错，哎，等等，我。但这种气息能给我的提示，跟我走吧。下一项工作是。我会跟上的。工作室，此处四下无人，我就开门见山问了。其实你能够很熟练地运用元素力，而且不止一种，对吧？从见面开始，你好像就话里有话，原来早就察觉到了呀。嗯，不在会场提及。是考虑到如果被其他参赛者知道了你会使用元素力，会招来不必要的误解。就算在比赛中战至险境，你也没有使用元素力，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吧。我所言之剑与文并不只是出于诗性，而是确有其事。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理解大自然的信息，我能听到风的呼吸，树叶的低语，从你的身上听到了相似的东西，仅此而已。虽然难以置信，但感觉不像是在说谎呢。和你们的难以置信相比，我的这点能力简直微不足道。不依靠神之眼就可以驱动多种元素力的人类，还有味道无比复杂，不知来自何方的神秘生物。不要用味道来评价我。关于这种复合的元素力是如何获得的？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难以理解。那你又是怎么学会运用元素力，将其用到战斗中的呢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把我想到的事告诉他了而已。漫长的旅途，各种各样的事，回顾与展望，他有感而发，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元素的使用方法。老实说，我也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原理。或许这种不可理解才是神明与神之眼的本质吧。不过我还是想亲眼看看你是如何使用元素力的，或许我能获得一些启发。我也会将我掌握的信息分享给你，这样也算合理的交换吧。那么就用一旁的这个挑战小试身手吧。上的
你的战斗能力着实无可挑剔，就算你的决赛对手灵动迅捷，应该也无法从你这里讨到便宜。闯入决赛的那位参赛者，他非常擅长调整呼吸，保持平衡，能做出常人难以完成的动作。他的胜利几乎都是靠奇袭获取的，但换言之，只要格外留心他利用破绽的本领，他的攻击就不构成威胁了。不必道谢，见识到了违背常理的元素力运用方式，应该道谢的是我才对。果然，这个世界是如此神秘，总会有完全未知的情况出现。感觉你对神之眼有某种执着，但你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感觉不需要深究元素力和神之眼的关系了吧？我想知道的是，神之眼对于神明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又是什么让神明做出赐下神之眼的决定？啊，抱歉，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不知所谓的事。既然让我有幸见识到你们的神奇之处，作为报答，你们对道七有什么疑问，我会向你们解答。居然是好奇这个吗？哼，那我再讲明白一点吧。你们也知道，道七正在施行野兽令，神之眼本就是来自神明的馈赠，人们接受了这份礼物，现在却又要莫名其妙地被收缴，有时还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如果当初七神心中各有标尺，将神之眼赐予众生，那如今的雷之神是对这个行为产生了怀疑吗？许久都没有新的雷元素神之眼出现，或许也昭示了雷电将军的态度吧。他听起来是一位很霸道的神。据我了解，他是执着于追求永恒的神，会将自己的想法冷酷无情地贯彻。但离月的契约是为了离月众生，而道七如今的永恒又给民众带来了什么呢？至少被困于重锁之中的道七人民现在过得并不算好吧。听起来很像是你们当初遇到的那个神会干出来的事。嗯，你们以前见过雷神？被时间改变的只有可能是我们，绝不会是将军大人。如果你要找他，那他便永远在那里，总有一天我也要从他那里获得永恒的答案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决赛应该要开始了。啊，对啊，聊了好多道七的事，都忘记还有比赛了。如果没有其他事要做，我们就一起回去吧。好，那就即刻动身。我很想看看能获得神之眼的究竟是谁。可莉一起去炸鱼嘛，虽然被抓住就是一整天的禁闭，但鱼很好吃，所以值得。嗯，怎么还没有来？算了，还是先开始你的隆重登场好了。各位安静一下，注意这边，紧张刺激的南十字武斗会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决赛。经历了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比试之后，终于有两位选手来到了今天的舞台之上。首先我要介绍的这一位，大家就算没有见过也一定听过他的名声，他就是令魔神奥塞尔。哦，等了好久了。想必在半决赛的今天的决赛，而我们的另一位选手，真是的。抱歉抱歉，麻烦大家再稍等一会儿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还不到场的话，等等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大姐头，我们去检查一下奖品吧，你也跟我们过来。
我看看。嗯，那颗神之眼是被偷了吗？光天，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哼，没，不用太着急。嗯，行窃的人是神之眼，是我许诺的奖品。嗯，既然你这，我要留在这里给。对了，你也跟我一起去吧。跟我来吧。正好有风吹过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乘风而起吧，就这样去找接下来的线索。说起来，你是怎么想到要检查奖品的？因为他在偷的时候我就听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嘿嘿，棒哈，哦哈，嘿呀，哈呀，绝了。做事，风指引我们继续前进，他在对面上岸了。又是听到的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呢？嗯，得意过头吧。这个方向，跟我来。路上可能会遇到伏击，不过你应该早有准备了吧。指引我们继续前进，他在对面上岸了。又是听到的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呢？得意过头吧。这个方向，跟我来。路上可能会遇到伏击，不过你应该早有准备了吧。让出来吧。船再快也比不上风的速度。风？你在说什么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是你神之眼的能力吧。可恶，要是我也有神之眼，或者如果我能让这颗神之眼亮起。和神之眼无关，或许你很擅长在人群中销声匿迹。此外，逃跑路径的选择也破绽，换句话说，你但比起这些更令我失望。果然，
行吧行吧，这神之眼我盯上他很久了。原来你就是我们的决赛。本来我以为凭实力夺冠，我看了半决赛，我的既然名称行不通，明明我的准备已经够充分，结果还可是好不容易才拿到的。这真的吗？行，不过你要说话算话。那怎么行？再加上你偷走了奖品，没有参，看来还要用烫红的。喂喂，不用这么狠吧。可恶，没，既然没得谈，那还废什么话。你想干嘛？给我瞧好了。啊，可恶啊。不要不要，只有老子亲。生死攸关，已尽全力之人，留下神之眼，快走吧。我心意。哎，怎么？难道你又想主动受罚了？那我当然无所谓，这种符合武士之道的觉悟值得。不不不，怎么可能呢？谢谢。没太明白你。我没有这种古怪的兴趣，人被逼入绝境之时会爆发出相当强大的力量，可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是的，我只想知道西密的神，从察觉到他在偷那颗神之眼，而且在过去的时间里，虽然无主的神之，但既然见识到了你，来，你也试试看吧，看看你能不能给我。看起来没。原来如此，没关系，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那这枚神之眼就可以继续陪。对啊，这个神之眼。那就不得不提及一位故人了。他曾是我的挚友，那天他向我问起可曾听说过无响的一刀，我说自然，那一刀只有神罚降下之时才可得见，那一刀是雷电将军武艺的极致，是最强的象征。可他说那一刀未必无法企及，总会有地上的生灵敢于直面雷霆的威光，后来眼兽令不期而至，民众的愿望逐渐沦为砌筑永恒的砖瓦。在我无奈四处流离之时，却听闻他向眼兽令的执行者发起了御前决斗。御前决斗庄重而又残酷，败者将面临神罚，胜者可迎娶转机。或许他在想，他是最适合站出来的人，直面那无响的一刀本就是他毕生所愿。可当我抵达天守阁时，决斗已然结束，只听到神罚之后他的断刀落地的声响，那就是他想要见证的光芒吧。在最后一刻，他的脸上会是怎样的神情？来不及猜想，我只是上前夺走了那颗光芒涣散的神之眼，随后逃离。我只知道，不能让他那炽烈的愿望被弃进冰冷的神像之中。可能我现在做的一切，最后会发现都是无意义的。但浪人武士的一生，除了旅途的意义和沿途的花鸟风月，还有心中的道。万一，哼，不过是随性而为而已。好了，是时候回去了。那么，就再一次由我引你乘风。咦，北斗不在这里了吗？他回船上去了。大姐头的话，他被宁光叫走了。好像是因为这次南十字武斗会规模超出了报备的数倍，大姐头一边骂着扫兴的女人，一边去离月港了。哼，
和宁光之间的各种矛盾也算是常有的事了。不过大姐头最遗憾的还是没能见证冠军的诞生，走之前一直在念叨这件事。其实偷走神之眼的就是这位大英雄原本的决赛对手，因为自知毫无胜算，才萌生了盗走奖品的邪念。这样一来，这场男十字武斗会的结果原来是这样。那么根据规则，那个人就算失去了资格，冠军就是大英雄的了。这样夺冠还挺意外的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觉得这叫实至名归。我现在就把特别准备的冠军奖牌交给你。应该是的，虽然现在大姐头不在，但之后我会转告他。以他的性，不过前往到期的海路很不好走，风雨无时无刻不在咆哮，无休的暴风雨其实也是雷电将军锁国意志的一种体现。意志就连天气都可以改变吗？那可是陈氏七执政，就像璃月的摩拉克斯投下岩枪造就孤云阁，雷电将军可以唤起永恒的风暴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总之，若要驶向到期，死兆信号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准备停当之后，你们会收到通知的。这段时间我也要四处走走，看看璃月的广袤大地上有没有唤醒神之眼的契机。我相信一定可以的。谢谢。希望我们各自的旅途都能寻到意义。我还有一句告诫，在无尽雷暴的前方，可能是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途。旅行者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我听说了，你们和南十字船队的大姐头约好了，会带你们前往到期，是吧？啊，确实已经过去蛮久了，我这边倒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情报。可找到你了，你就是大姐头看好的那个旅行者吧？是吗？可真是荣幸，我们船队的补给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到了清点人头的环节了。大姐头派我来找你，说等你一到就开船。北斗果然是个很守约的人呐。那是当然，大姐头身上让人死心塌地的地方可多的是，等出了航你们就慢慢体会吧。二位这就准备离开了吗？还是要恭喜你们呢，不论前路是星辰还是深渊，能向前迈出下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事。那我们就再见吧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是啊，有些舍不得，毕竟我们几乎天天都会见面呢。既然如此，到了到期就快点找到我，我会在明神岛等着你们的。果然到期也有一个凯瑟琳小姐吗？那就不要这么郑重其事的告别啦。跟璃月好好道个别吧，船还停在孤云阁附近，既然通知到了你们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嗯，辛苦你跑一趟了。没事儿，咱们船上见。
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留意脚下，哟，你们终于来了。过去连暴风雨都没法让南十字船队耽搁，这次我可是给足了你们面子啊。玩笑话而已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出海工作刚刚就绪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也是时候朝着雷霆咒语所包围的永恒国度起航。出发。终于来了，璃月人的大姐头，可让我好等。还有这两位偷渡客，哦不，贵客。嘘，还
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将军大人。最近盗窃外海的雷暴和风浪比之前还要强烈了，我的船队尽管大显身手了一番，但还是耽误了些时间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托马，算是我最近才熟络的商业伙伴。哟，我一直很期待见到你们。托马，这两位是？不用介绍了，异乡旅人的名望可是外海的暴风雨都拦不住的，早就如雷贯耳了。你说话真好听，嘿嘿。嗯，这样倒也方便了。托马在离岛混迹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说他是这里的地头蛇也不为过，如果有什么难处就找他吧。但如果他对你图谋不轨，等下次来到期，我会替你出头的。放心放心，我预感我们会相处很愉快的。那时间差不多了，毕竟我的船上还藏了个通缉犯，不方便久留。是说万叶呀？下次再见吧，旅行者。不管你在到期遇上什么惊涛骇浪，都要好好给我挨过去啊。拜拜，一路顺风，贝豆船长。那么，还是先去监察站登记一下吧。哎，要去直面盗窃的官方人员吗？不是说偷偷的？可不要小瞧锁国令啊，查验身份的事躲是躲不过的，所以我们要规规矩矩的把不规矩的事给办了。你好，几位请告知身份和登岛目的。哦，托马先生就不必了。你们是完全陌生的面孔呢？怎么了？麻烦告知一下二位的详细情报，以及是否有随行货物。哦，如果没有符合规则的理由，原则上我们是不会因为这类人情世故而通融的。啊，我们抱歉，还是请二位。这是两位的登岛手续文件，请你过目下。喂，早点拿出来啊。只是稍微想看看你们打算如何应对，抱歉抱歉。嗯，原来是这样，文件没什么问题，欢迎来到离岛。啊，那接下来我们去哪里？远国监司。这里只是查验登岛许可，想要在离岛停留的话，还要到远国监司办理驻留手续。果然好严格。毕竟在到期，外国人都会被叫做异人。从字面上也能看得出，在锁国令的封锁下，外国人可没有那么受欢迎。就算在设有异人居留地的离岛也是如此。我喜欢你的觉悟，我们肯定会很合得来。走吧，到远国监司去。这些规矩大都是由离岛一直以来的管理者勘定奉行所制定的。勘定奉行？到期三奉行之一，主要负责赚取和管理国家的财富。哎，你们居然没听说过吗？登岛手续都办过了吧？是要驻留手续吗？两位？两位。好的，请缴纳一下手续费，200万摩拉。200万？办个手续就要200万吗？嗯，一个人100万，所以是200万。放心，我没有算错。不是算不算错的问题。小姐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，你看看我是不是还算挺面熟的。哦，是你啊，托马先生。
那看在您的面子上，40万摩拉好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百合花小姐。但依我看，手续费的是600摩拉就差不多了，我替他们出，外加请你一顿饭，如何？还有这样砍价的吗？不管怎么说也太……好吧，那就依托马先生的，我来登记一下。多谢照顾。200万可以砍价砍到600，盗窃人的金钱观念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手续费本身就是一种私利名目而已。对远国监司的监察来说，不论给多少手续费，都会直接落入他们口袋，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。万一遇上哪个不幸滞留于此的外国富商，又为人老实逆来顺受的话，就可以敲他好大一笔。是的，这时候有个本地朋友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嗯，可毕竟身在异乡为异客，在如今盗其所国的现状下，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。那些外国商人最多能做到的便只有抱团取暖了，这也就是离岛上万国商会的由来。是外国人自己建立的商会吗？没错，商会除了盈利，也兼顾调节、组织、协助在盗窃的外国人生存，可谓是同时在钻研商道与生存之道的商会。是啊，感觉外国人在盗窃，只是生存就已经很难了。这就是你们此行的目的吗？原来如此，以你们的身份来说，确实算是个宏伟的目标。毕竟雷电将军可是最为殊胜尊贵的存在，是众生只能仰视的神明。嗯，我本来想说，这世上的相遇从来都是捉摸不定的，说不定你会在某个酒足饭饱的下午偶遇雷电将军呢。你说的这种事情概率究竟有多低呀？好吧，我可以直白地告诉你，我有办法将你引荐给雷电将军。真的吗？离岛的地头蛇居然还有这种门路？动员一切资源的话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但在此之前，门路也是一种很贵的买卖，你明白的吧？你也要来这趟？我说的买卖，可并不是要你们付摩拉的意思。应该说，没有人要付出什么代价。只是，如果你想要得偿所愿，就要先帮忙解决一些他人的麻烦，找到能让所有人都开心的方式，这就是我的处事原则。说得好听，我懂了，你是想做赚人情的中间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突然变成你们眼里的反派人物了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情况是这样，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万国商会的会员一直处在生存的困境之中，最近有些情况似乎愈演愈烈了，你们去看看能够派上什么用场好了。商会会长名叫九力虚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就先在这里等你们
要提前关门呢？反正也没人来买东西。哦，朋友，你是来寻求万国商会的庇护吗？莫非远国监司那边让你大出血了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可别一上来就把本钱全丢了。最近商会有什么难处吗？难处？哎，左右为难，处处碰壁，早已经是习惯了。锁国令真的让从国外来的大家很难办呢。问题的根源倒不是锁国令，即便限制活动范围，原本日子也可以过得很好。真正压榨我们这些外国商人的是勘定奉行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。就是三奉行中管理离岛的那个奉行吧，我记得呢。没错，高额的税收，不合常理的条条框框，这些还都不算最糟糕的事。最糟的是这段时间新的税收法令刚刚发布，需要上缴的税金形式居然从摩拉变成了一种叫做精化骨髓的货物。精化骨髓是？在法令颁布之前，商会里的大多数商人也都没听说过这种货物，直到一位来自黎月的老商人辨别出，这是他年轻时候曾经往至东国运输过的材料。尽管很不情愿，大家还是去各处搜罗了精化骨髓，然后当作税金上缴了。但后来发现，这也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。随着上缴税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外部精化骨髓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。直到后来，只剩下一位商人那里才有存货，其他地方都买不到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情况叫做垄断，对吧？你很懂嘛。于是那个商人就不断抬高价格，但碍于法令的压力，我们又不得不去买。一再恶性循环的结果，就是税金已经快要超过我们的利润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也有试过和勘定奉行沟通法令的事，可这片充斥着雷鸣之声的国土上，又有谁还能听得到我们这些绝境中的商人的呼声呢？唉，枫丹，枫丹呐，我的故乡，我好想念你呀！居然有这样的事，根本不给人活路嘛！你怎么看？那个商人吗？其实我以前和他有过来往，不过后来他和我们断绝了联系，他的货源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。这么看确实很不合理，要怎么找到他呢？我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掏出什么情报吧。哦，这可是个好主意。你们作为商会之外的人，又是新上岛的外国人，他应该会放松些警惕。我记得要找他的话，就到居民区海边的树下看看吧，那是平时我们和他接头的地点。知道了，交给我们吧。没见过的面孔，新来的吗？所以说找我是想做什么？去去去，懂不懂规矩？把货源的路子都告诉你了，我的买卖还做不做了？商业机密，商业机密，懂不懂？这人态度好差。你买不买就问价格？哦，我知道了，
是不是九力虚那帮人叫你来说情的？哼，这可由不得他们，价钱我分文不少。怎么这样？哎，走吧走吧，跟九力虚他们说，能从我这儿买到货就该好好感谢我了，没有我他们连差都交不了。怎么办？和他根本讲不通。嗯，也是，我们再去找他一次吧。嗯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？有点小困难。哦，但说无妨，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让你们一来就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解决问题，确实有点苛刻了。那个家伙我有了解过，之前是个在沙滩上捡贝壳谋生的可怜家伙，但最近不知怎么似乎突然发迹，或许是离开万国商会之后找到什么靠山了吧。哎，他以前也是万国商会的会员吗？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外国人了。你注意过他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吗？没错，维尔纳出生在蒙德，后来在黎月和道奇之间经商做海运生意，锁国之后他便成为了滞留离岛的异乡人之一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本万国商会待他不薄，但后来受到各种法令的影响，商会成员人人自身难保，所以他退出了商会，做了那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倒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，我相信不会有完全不念旧情的人，也不会有永远都冷漠和残酷的人。哎，这样就够了吗？嗯，看来你找到那个真正的切入点了。你们又来干嘛？我虽然闲得很，但也不准备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。啊？你在说些什么？蒙德？你在说蒙德？这是你居然带在身上？我已经记不清上次见到这东西是什么时候了，令人怀念蒙德城的气息。故乡，哎，好想回去啊，自由自在的城邦。有效果了。哎，你们打的这是什么感情牌？啊，这是又想做什么？让你闭上就闭上啦。你是说海浪的声音？啊，璃月港！我的眼前，这海浪声，这吆喝声，是萧灯，是海灯节。我好像看到小灯升起来了。不，该说是想象力丰富呢，还是太怀念璃月港了呢？唉，璃月呀璃月。这不是够了够了，别再让我回忆了，我的内心已经……你是说万国商会的那些人吗？的确，和我一样都是些背井离乡的人，我在晚上时常会偷偷来海边听听浪的声音，
就当作是从家乡传来的声音了。而这种时候，我不止一次地偶遇过商会的那些人，但我只能遮起脸来偷偷离开。唉，我又何尝不想和他们开怀聊一场，排解这长久以来的苦闷呢？那你又是为何？他们太坚强了，一群原本无依无靠的人团结在一起，想办法生存。可我不甘，给我一点点承诺，一点点好处，我就愿意为了那些家伙做任何事。我丢，好吧，我愿意说，我也受够这种内心的折磨了。要开口了吗？可是我背叛了他们，实在没有脸面。你果然胆子很小啊，做错了事就好好赎罪啊。所以快说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负责收税的族青庆次郎，他们告知商人们的税率，等到商人们无处搜罗，再叫我去高价卖回给你。真是好阴险的手段。虽然我做了他们的傀儡，但其实分给我证据。说起来，每次我卖了货，哎，前面我刚刚和他搭完线。那还等什么，我们快去呀。是他，庆次郎。我们跟上。太近了，太近了。出来吧，我早就看到你们了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跟踪我？糟糕，好像被他发现了。是他，庆次郎。我们跟上。爱情和自由，我该怎么选择呢？道西的料理真是吃不惯。那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去吧。哟，梁子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这样会被发现的吧？那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去吧。那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嗯，好像有什么声音。嘘，小声，不要被他发现了。是我听错了吗？糟糕，耽误了太长时间，得快一点了。那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去吧。嗯，那家伙跑到哪里去了？刚刚还在附近来着，怎么一眨眼他就不见了？要是再小心点就好了。是他，庆次郎。
哟，梁子，生意还好？托您的福，有空都来坐坐。好，好，好，正巧最近赚了不少。是吗？您收拾辛苦了。还有谁的货没交齐吗？让我想想。那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我们还是快点跟上去吧。嗯，好像有什么声音。嘘，小声，不要被他发现了。是我听错了吗？糟糕，耽误了太长时间，得快一点了。他来这种地方做什么？刚才那是他埋了什么东西在那边吗？我们去看看吧。这是这，好遗憾呀。我还以为他把摩拉也都藏这里。哎，让我看看吧。啊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既然拿到证据了，就先去告诉九力虚会长。哦，那我就不送。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吗？要见会长的话，我……维尔纳真是个别别扭扭的人呀。真的没有了，这样下去，法令就是法令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啊，该交的货分文。嗯，你的账本我们已经拿。什么？我们原来被你……这个，能把账本给我看一下？这账目和商会之前，青次郎先生，哼，别，我听说，我听出没有没？阁下手上就让那些货这样就，真是好厚，怎么能就这样算？喂，哈，我真是受够哈里森，谁在这里大喊大叫？您来了，盛家组头。嗯，这里刚才在吵些什么？嗨，只是那哪里算照顾？哦，居然敢直呼勘定奉行大人的名字，哼，外来人果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把这些商人都带走，有事到奉行府再谈。糟了，这样下去的话……哎，各位，怎么搞得这么严肃？有事可以一起喝点酒，商量商量，都会过去的嘛。你又是谁？谁要跟你喝酒？他可是这一带的地头蛇。
这是我的名帖。哦，居然是射风行的人。嘘，哼，这里是勘定奉行的地盘，射风行的全能就算再怎么厉害，也无权插手离岛的事宜。的确如此，不过还请各位能给我家小姐一个面子，二位不希望呈给将军的上奏公文中出现你们的名字吧？那扇子是白鹿公主啊，无需劳烦你家小姐，我们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算了。这商家组头，可是，哎，走，改天一起吃个饭吧，二位兄弟，我请客，千万别客气。嗯，不理我吗？又不得不做了败坏好人缘的事啊。哎，真是多谢托马先生，不过是我们害得你和勘定奉行的人起了冲突。哎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这点代价不过小意思而已，要谢还是先谢谢这位旅行者吧，是他抓住了扭转事态的契机，今后想必那些族青至少会收敛一些了。托马，你刚才究竟……嘘，人多耳杂，我们换个地方聊。这勘定奉行果然……好了好了，进入坦诚相见。我归属于……真是的，所以是……没错，而我只是白鹿公主。名望，毕竟沈里小姐就连对我这样的家问到重点了。要知道地头蛇这种身份，一个月不是已经很了不起？稍微有点听，即便有锁国令，而沈里小姐听闻你们有意来，你们是否如传闻中一样改变？对于刚才的考验，巧妙的周旋于势力之间，如此一来，有你们助力的话，啊，意料之外的展开，是，嗯嗯。没错，我很理解。哎，托马接受的好。嗯，反正我……哦，对了，这封邀请函给你。再见，祝你们一切顺。托马其实是个还不错的家伙，是吧？我们也该继续前进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？啊，是，我怎么忘了这一点？难道托马也把这件事忘了吗？嗯，好生气，我说他怎么走得那么干脆，等我们出了离岛一定要去木漏茶室找他算账。总之我们还是先试试看吧，到出离岛的关口那里。等一下，请出示通行凭证。抱歉，我们有急事要去民生岛。未持有通行凭证的话就请回吧，这是规矩。我旅行者，快想想办法，现在要怎么办才能出去啊？你是说直接去见勘定奉行本人吗？尽管对他手下的人很有意见，但好像也只能是……万一他很崇拜我……站住，这里是勘定奉行所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们要见那个勘定奉行。勘定奉行大人平时不接见外国人，快回去，不然我们就……哎，等等，等一下。哦，奉行大人，
这两位是远道而来的贵客，别再用那老一套了。哎，来来，有事就请进来说。哼，听到了吗？非常抱歉。我是钟慎介，勘定奉行钟家的家主，很荣幸见到二位。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们这次来找你是想……不急不急，好不容易见到闻名遐迩的两位旅者，何必这么匆忙谈正事呢？喂，我们果然很有名气吗？当然，能挫败风魔龙，镇压漩涡之魔神的凡人，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呢？确实，这点说得对。还有，在离月港破坏愚人众的计划，在决斗中战胜他们的执行官的事，也是真的。哇，连这你都知道，当然是真的啦。啊，果然嘛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老朽由衷敬佩二位。能有二位光临离岛，也是本岛的荣幸。早就听闻二位的热心肠，不知可否能屈尊为我们勘定奉行办些小事呢？尽管说吧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对吧？那便好，这样的话，清新你知道吧？那种经常长在离月山顶上的植物。知道，我们摘过。难道还要我们回一趟离月吗？哎，就帮我摘300株新鲜的清新来吧，要刚摘的。我是不是听错了什么？啊？有点麻烦是吗？这样啊，那不如岛上有些信件需要派送，不知能否帮忙呢？这还差不多。一共709封。喂，怎么回事呀？而且这种事真的需要我们来吗？真是不好意思，岛上确实有些人手不足。理由也好俗套。怎么办，旅行者？我们真的要帮忙吗？啊，不愧是阁下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啊。你真的要考虑完成这种委托吗？条件也太奇怪了。二位请留步。哎，我们怎么了吗？我们家小姐有封信要交给您，请一定要看一下。信，让我看看，是说要你晚上偷偷去找她。刚才你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是为什么呢？我就觉得哪里不对，还是晚上问问他看吧。
你们终于来了吗？我叫钟千里，算是第二次见面了吧，请多关照。哇，真的是钟家的大小姐。啊，不用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早就很仰慕您的事迹，终于找到这样的机会了。嗯，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奇怪？这次偷偷见面，主要是在想，如果错过了机会，是不是就再也没办法和你讲？讲什么？想让你帮忙送信的事。你和你父亲果然是父女呢，不能换一换事情做吗？不不，请等一下。啊，我是希望二位可以替我送信去明神岛，到天岭奉行的二少爷连智先生那里。我父亲一直反对我们联络，想必在政治上他对我的婚配对象有更好的期许，可是我的心里却只有连智先生。在离岛没有人可以违抗父亲的意思，而你们又是难得的想往明神岛去的异乡人。原来是有这样的苦衷啊。当然，与此相对的，我会全力帮助你们离开这里，请相信我。其实只要你们还身在道期，父亲就没有让你们离开离岛的意思。嗯，这点我们也看出来了，安排那样的任务肯定是想要拖住我们而已嘛。前些天我偷偷听到父亲和一位趾高气扬的女性谈话，他们在说的似乎就是如何将异乡的旅者禁锢在离岛的事，还是头一次见父亲对将军之外的人如此恭敬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我把安排你们出去的计划告诉你，刚好有一批货物。好了，我到关口那边等你，信的事就拜托了。等一下，这批货可是要送往海奇岛。大小姐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您说的没错，这批货是勘定奉行大人特意叮嘱过，务必完好的送到海奇岛的。嗯，不知小姐的意思是？那就没错了，家父不放心，刻意要我带上一位高手一同押运。大小姐亲自押送吗？这，还是不需要劳烦您同行了吧？而且这位高手的身份也……请不要耽误时间了，我记得家父有催促过你们，迟到也同样会受罚吧。小姐，您的意思我们明白，可我……怎么，你们知道家父的脾气，如果我的安全出了闪失，你们要受的责罚恐怕你们真的有百分百的把握。千里小姐好拼，气场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呢。好吧，小姐，非常荣幸可以与您随行，在下一定拼死护您周全。仙之城，你就真的答应了吗？嗯，既然是小姐的意思，做属下的就……可是问题不在这。好了好了，那就赶快出发吧，这样磨磨蹭蹭的。哎，好吧，出发。小姐请退后，让我们来。没你们出手的份啦。不愿哟呼，Yeah.
队，是魔物，准备攻击。不，优先保护小姐。瞧我们的吧，你们好好待在千里身边。别想逃开啊，霜寒化生。这项工作该划掉了。终于还是一定会保护你。当心啊，又有袭击。千里小姐，请待在我身边。等等，这可不好玩。该打扫战场了。你想看你要不成。不用。闲人勿扰。如琉璃一般飘落，岩石的重量，不要！重量下来，终于还是留意脚下。我倒下！你生意臭。前面的村庄可以暂且歇息下，小姐，你的状态还好吧？嗯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我在信里有写，让莲芝给你天岭奉行特批的。小姐，哎，不会的，小姐不避讳的说。心上喂，不是吧？啊，没什么。二位不也只能如此。可是千里小姐，没关系的。原来那个老头，请二位路上小心。嗯，再见，千里。走啊，继续运货啊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这下终于自由了，是时候去找托马那个家伙了吧？记得是在，木漏茶室。这次是飘大起风了。霜寒化生，一定要干净利落。禁止接触。一起来玩吧。还有这招，有两下子吗？这项工作该划掉了，闲人勿扰。我会跟随风而去吧。到头了，没有关系。哟呼，终于还是飞比跑快吧。
留意脚下。不愿。嘿。霜寒化生，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。还有人需要帮忙。有人需要帮忙。下一项工作是会跟上的。我会跟上的。且寒商的地址来看，应该就是这里。不招待一般客人，请回吧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不是普通的客人，是从海外偷渡又流亡来此的特殊客人。我看出来了，一看装扮就知道。这居然也能被你看出来？不，我们不是。射凤行的印章，是托马先生吗？看来二位的身份不简单呢。那么，欢迎来到木楼茶室，射凤行的小小保护地。这还差不多。可算到了，托马呢？托马在哪里？哎，托马那个家伙，难道没有守约吗？谁说没有守约？我还要为你们忘记我的事而伤心呢。怎么回事？是狗说话了吗？没什么好惊讶的，你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我吧。你们在璃月没见过类似的吗？这样啊，
我好像一下子就理解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开这种玩笑了。喂，你这个家伙怎么这样？在离岛的时候也是，在茶室也是，等待你们的时间都有点过于漫长了，所以想了这个特殊的接待方式。不过还是请允许我郑重地向二位道个歉，关于之前的种种考验是必要的形式，这决定着我能否将你们带到沈里小姐的面前，决定着我们能否成为敢于一同直面雷光的伙伴。别以为你突然严肃认真起来我就会原谅你。做得太过火了吗？抱歉抱歉，你一开始便将自己凌驾于那些规则之上，对吧？因为你的意志从未动摇，也不曾屈服。在很久以前，我们也认识过这样一位伙伴，只是雷光闪过之后，居然连你们也听说过他的故事，看来他的光芒一点也不微弱啊。当然没问题，我会带你们去设奉行所的神礼府上，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个地方希望二位可以随我一同去看一下。啊，什么地方？只要居住在明神岛便没法无视的，正在建设中的那个庞然大物，千手白眼神像。这神像周围有种肃杀的气氛，一般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吧？哎，仔细看的话，这上面嵌着的都是神之眼。神之眼，所以眼兽令收缴来的神之眼都会系在这座神像上吗？你们果然已经听说过眼兽令的事了。在解释这件事之前，你们应该知道的吧？正如蒙德是自由城邦，璃月是契约之都，而道七则是永恒的国度。雷电将军既是道七的最高统治者，同时又是道七的神明，千世万代不变不移的永恒，便是执掌这个国家的他的意志。为此，凭借三奉行来稳固国政，依靠锁国令来断绝人员的流动。将军想让道旗维持一种静态，便可以任由时间的长河从两旁流过，唯道旗岿然不动，直至永恒。每个神明都有自己的想法呢。当然，这也是我自己的理解。至于最近眼兽令的颁布，究其原因，或许是将军认为神之眼能够提供给人民变革的力量，而将军眼中的永恒无法准许这样的不稳定存在，于是雷电将军便派遣天领奉行的手下四处收缴，并一颗又一颗地将神之眼嵌入这尊神像，所以这尊千手白眼神像便可以视作道七永恒的象征。这样说的话，其实那位雷电将军也算有些自私吧。也只有你们这样的异乡人敢于这么直言不讳地批评雷电将军的做法。不过我也认同，眼兽令的确是不该存在的东西。神里小姐从眼兽令颁布的第一天起就下定了抗争的决心。你怎么了？看你的表情有些不对。啊，
声音，我没听到啊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是呀，你摸了一下神像，然后呢？愿望，这倒是好像印证了一种说法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当一个人的愿望强烈到一定程度时，神明的视线就会投射在他的身上，那就是神之眼的由来。也可以说，神之眼便代表着那个人的愿望。如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，那看来这些民众的愿望比我想象的还要执着呢。好了，凝神岛的游客们，是时候跟我前往下一站神里府了。可终于要去了吗？像工作室，一起来玩吧。留意脚下。脚下，闲人勿扰。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下一项工作是会跟上的。一起来玩吧。耶嘿。比跑快吧。留意脚下。在这儿哟。
这就是刀气大户人家的宅子吗？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。欢迎来到神里府，二位贵客，小姐也已经等候二位多时了。是你一直提到的那位白鹿公主吧？她在哪里？屏风后面。作为摄凤行的大小姐，神里小姐一般都是这样待客的，可以说也算是摄凤行百年来的习俗，请谅解。毕竟是高贵的白鹿公主嘛。二位漂洋过海，旅途劳顿，到府上却又只能这般相见，请恕礼数不周。我一直很期待二位的到来，从托马的转述中也确信了二位所拥有的改变时局的力量。如今的到期，在演说令的推行下，民众的愿望正在被肆意蹂躏践踏。摄凤行虽服务于将军，但因职责的缘故，又是与民生最贴近的一方。奉行的权力本就源自于民众的信任，如果对这样的情况坐视不理，又怎能够安寝？旅行者，请将你的力量借给我，我们一定能够。我说了吧，小姐，那样行不通的。等一下，请先别走。我会帮你引荐雷电将军，但前提是你要帮我完成三个小心愿。什么心愿？是关于三个失去神之眼的人，等你见过他们，或许就能明白。守护着村庄的五人，过去的演兽令执行武士，还有曾以天下第一为目标的剑道家，是吧？没错，请尽可能的帮助他们，我会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那就拜托了。加油啊，伙计。
赶得上。我会跟上的。帝君，对不起。已做好万全准备。
后人去考虑了。让我看看林华所说的人在哪里。您这是干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？是啊是啊，我们一点心里准，孩子们还盼着您。那位想必就是林华所说的人了。我Thank you.
异的氛围。喜欢。哎，要我说，这事说不定跟延寿令有关。守岛先生明明什么都没……哎，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该……看来附近的人都很尊敬。你是？你也是来挽留守岛？守岛先生他呀，赶走盗宝团，击退父，但现在他却突然要离开这里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愿意。你就是守岛先生吧？为什么突然要从这里离开呢？我吗？与其说为什么要离开，不如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。是啊，但这并不是我留下来的理由。30年前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，这些我都不记得了。自从神之眼被夺走后，我以前的我想留在这里，现在这种执念没了，就觉得出去走走也好。原来是这样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帮你找到留下来的理由，你……不过，要不你再努力回忆一下。说起来，上次给守岛先生……我有这样的习惯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当时守岛先生还说……太好了，感觉只要找到日……那就拜托你们了。这个似乎就是守岛先生，让我看看。今天和村子，今天救了村，今天去放风，好像都今天又去了附近的神龛祈祷，感觉是有用的信息呢。这就是守岛先生说的御守呀，看上去像是……如果守岛先生一直拿……一直都像这样，好吧。找到了，这里应该就是守岛先生经常来的地方。土壤有被动过的痕，值得守岛先生。这个是一封信，干田村，好熟悉的名字，是哪里来着？哎，所以那……但是已经过去。总之，先把。不错，这日志上确实是我的笔记。虽然上面所写的东西，但是我应该确确实实在这期间，我期间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。爱也好，遗憾也好，好像……毕竟我已经忘记他是谁，就好像他从未出现在我的身边。不了吧，都已经等了。只是如果等到……一旦想到这一点，奇怪，我明明都不记得他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们，我会记。尽管守岛先生说他不怎么难过，
但果然如同林华和托马先生他们所说，这就是守岛先生之前，至少我们也算帮到。根据神里小姐的情报，第二位被夺去神之眼的人，好像是一位天领风行的武士。禁止接触。奇怪，据说天领风行只属于将军管辖，统管道旗治安方面的事宜。眼兽，可为什么他们要对？想不明白。等等，那边似乎发生了争吵，我们先过去看看吧。我说，这个月的救济粮，你是打算不给了吗？我们一家人可都等着这。说了多少遍，我不知道什么救济粮，还在骗人？那可是救命的粮食。武士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我要去天领风行所告你。你是谁？跟黑泽是一伙的吗？不不不，我们只是听到你们在争吵，就想。原来是这样，正好你来帮我们评评理。这个叫黑泽的武士是幕府军的人，幕府军在这附以前，我们只要找到他就可以。一定是他起了贪念，打算。根本就没人考虑我们的感，怪不得连神之眼都被收回去了。原来这个人就是林华说的人呀。可林华问我们，还是问问这位叫黑泽。什么救济粮？我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事，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听说了一些传闻，就我自己家都揭不开锅了。没什么事就让开吧，这倒是真的。幕府军的人说我对衍兽令不满，一直在消极怠工。奇怪，你是衍兽令的执行？这个我只记得不仅不记得了。跟救济粮有关吗？我没有私吞救济粮，而且我家刚刚还被盗宝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。但是也顺着盗宝团留下的海。大哥，今天的收获，咱们去的那几个武士家。哎，
这今天开始，老大威武！看来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盗宝团了。又一个实验对象了，烤熟你！我会跟上的。啊！烤熟你！烤熟！可恶！怎么会这？老大，这个。黑泽，你们原来是他。黑泽的家里怎么样？粮食，本想回去的，但既然被你们抓了，干脆就拿这盒子。算你们有诚意。啊？欠条？还有好多，好像是写给…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喂，你们走吧。等……好，拿欠条赎了我们的身。哎呀，快走吧。九十九物无所不有，客人想要买点什么？还是说想要打听些什么？原来是黑泽先生的朋友。不不不，我们只是想黑泽为什么会欠这么……让我想啊，黑泽先生会定，但是最近粮价上涨，黑泽先生自己的心……原来救济粮食这么来，可是黑泽为什么一定要买等量的粮食？他们精打细算，日夜核对，为了照顾他们的感受，这些粮食他们没有感谢。人的态度往往取，在我看来，当然也只是少。至于他为什么要花钱，如果你们好奇的话，直接去问问黑泽先生如何。哦，说起来，他好像刚……这就有点麻烦了。刀，黑泽先生没有跟你们说吗？我也曾向他询问过刀的来历，当时我还感到有些疑。你们也可以问问黑泽先生，当然。明明什么？不过，关于黑泽先生的情报，至少我们知道了救济粮的来，再去找黑泽问问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呀？刚刚缠住你的那两个人，我对他们说，再不走的话，果然，盗宝团的事情查清楚了，我没有骗你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其实你真的有发救济粮？怎么会？我完全没有印象了。以前的我，为什么要做？不过确实，刚刚握住这把刀，这把刀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，他跟我说，神之眼被夺走之后，只记得老爹好像说过，还对我说：“仔细旅行者，你能看出来上面刻着什么？”仁义。这么说的话，不惜负债累累，但仁义。
天岭奉行夺走了我的神之眼，最讽刺的是，我做不了好人。又是一个好可怜。关于他欠钱的，总不能真的让他把自己真实的刀……原来是……好在你没有神之眼，我们还是去下。失去神之眼的人好像是附近很有名的剑道家呢，听说他是明镜止水流的，这里就是他的剑道馆了。师妹不要太伤心了，是以前那些来踢馆的家伙。但我还是有些担心，因为以前不管局面多么危险，那是因为师父中邪了。那个发生什么？你们是谁？不管是闲杂人等还是想趁师父中邪过来闹事的家伙，不然别怪我手里的剑。不是啦，其实我们是来拜师。对对对，我们听说明镜止水流的掌门非常厉害，所以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。不过刚到这里就听你们在说，看你们的服饰确实不像。非常抱歉，因为最近你们来的有点不巧，师父他最近不幸中邪，身体还没恢复，暂时不能收你们为徒。看来你拜师的心。我们的师父叫做土门，自学剑有成之后，师父曾说过，他在训练我们的同时，他仍在不停地磨练自。可是前段时间师父的神之眼被夺走，整个人也突然性情大变。他不但经常念叨一些奇怪的东西，还不准。我和师兄商量了一下，感觉师父应该是被邪祟附身了，但说实话我也不确定师父能不能好起来。明神大社？那你们不知道明神大社吗？那是明神岛最大的神社，掌管。虽然我们没办法请动那位大巫女亲自出手，所以放心吧师妹，师父驱邪仪式会在晚上举办，如果两位感兴趣的。邪祟附身？幸亏你来得晚，刚刚师妹搀扶着师父，偶然听到师妹问他们是谁，师父的似乎很痛苦，他一直在叫一些名字，其中一个名叫安息的，刚刚师父叫了好几声他的名字，现在驱邪仪式已经开始了，你们在这等一会儿，我。好像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跑过去了，难道说是打算破坏驱邪仪式吗？不能让他得逞。好像不在这里，要更往上一些吗？真的是这里吗？再往上找找吧。有了，那里有个。你们怎么跑得这么快？你们真的是土门的徒弟吗？怎么感觉速度比，还是说几年？喂，现在应该我们问你吧，
鬼鬼祟祟的，看上去就不像好人。不像好人？虽然已经不……师兄，难道……没错，我就是安息。因为我不想再见到土门。你当初，我与他一同，我比他早5年拜入师门，明镜止水流，追求心无，但土门不一样。师父当时训斥了他，说剑道不是用来争夺虚名的。当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的内心中只有成为，感觉是一个很厉害，因为在他到来之前，毕竟在师父的，但是他的到来改变了这。后来听说他又那之后，所以听到他疯了的笑，所以我想悄悄。总之回去吧，我的话说完了。看来他并不是想破坏，不过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带他。什么？你说师父他不是中邪？难道师父是自己疯？师妹，抱歉，以我的能力确实看不出土门先生被，不过这世上的邪祟，而且事情未必没。八重大人，是我理解的那位八重明神大赦的大巫女八重大人。没错，八重大人博古通今，亲手扶出你们的师父，到底是不是被邪祟？请问巫女大人，我们面见八重大人需要做什么准备吗？不需要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准时抵达明神大赦。八重大人，我先走了，之后明神大赦再见。没想到八重大人竟然会注意到我们的师父。师兄是觉得师父名气不大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师妹你误会了，只是那可是八重大人。总之你千里迢迢地跑过来拜师，不论如何我们……是呀，我们也很好奇，通过他说不定也能打听到一些。闲人勿扰。
向工作室。一起来玩吧。就是八重大人嘛，和纯野说的一样，好强的气场啊！而且他刚刚是不是往我们这边看了？也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我们和他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。不要过来，不要再靠近我了。我已经不练剑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。如你所见，八重大人。土门先生一直都是这个状态，他似乎能看到曾经输给他的人，如今正围在他身旁破口大骂，让他感到非常痛苦。八重大人，我师父他是被邪祟附身了吧？师父他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师父他曾经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笑着的。很遗憾，你师父身上并没有什么邪祟。怎么会？那师父他……没错，他是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，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，内心出现了崩溃，心智受损，而后变得疯癫，就像落水的人一样，手忙脚乱的挣扎，还是坠入冰冷黑暗的深海。至于诱因，我想应该是失去神之眼吧。被夺走了神之眼，也就意味着被夺走了愿望。愿望？可是八重大人，如果只是被剥夺了愿望，师父不应该变成普通人吗？为什么会疯掉呢？你们的宗派叫做明镜止水流，对吧？名字是好名字，可是这世间呢，哪里有真正的明镜止水呢？自称淡泊名利的人，被师弟击败后也会愤然离场，年迈的剑道家依旧心怀不平，想与自己教出来的弟子再比试一番，那么看似心无杂念的人，在亲手击败自己的师父与师兄时，又是否真的毫无波澜？八重大人的意思是，剑之一道，千变万化。想要夺取剑道的天下第一，对凡人来说谈何容易？需要双手执剑，不断地击碎他人的梦想。这其中也包括与他至亲至敬之人，所以唯有对成为天下第一的愿望心怀执着，他才能将痛苦暂时抛在脑后，继续向前。当这个愿望消失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自我怀疑，在恐惧中挣扎，变成现在这副样子，就好像我那位不成器的朋友一样。原来师父一直在承受这样的痛苦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
父亲，师父，师兄，够了。哎，这不是我们之前遇到的土门先生的师兄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是跟着我们偷偷找到这里来的吗？安息，为什么会有两个安息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是来找我报仇的，对吧？我知道，当初我不该。我对你确实没什么好感，但我也不想听你的道歉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早就已经想通了。当初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是我自己抹不开面子逃出了师门。我相信绝大部分被你击败的人都没有责怪过你，相反，我们会将自己的愿望寄托给你，希望你可以走得更……我知道你的，但你不该夺走他们的愿望。可是靠着一枪，如果有一天你有问过他们的……师父，当初师父把我从海盗手里救下来，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像师父一样感到痛苦。我想有一天能够不光是师妹了，我们大家，你们看吧，愿望被夺走这种事，就像我把自己的愿望，你和我不同。我明白了，抱歉。作为明镜，现在的我，但我作为你们的师父，这一点，请师兄监督。我自然。不过愣着干什么？谢过。被夺走的愿望就交给弟子们去继承。Yes， 旅行者，请留步。八重大人有话想对你说。果然，并不是我的错觉。来自异乡的风，将为这片海域吹来新的生机。我们的相遇，有些为时过早。但你踏上这片岛屿的时机却刚刚合适。为了不辜负我的期待而努力吧，小家伙。啊，那位八重大人好像对你很感兴趣呢，真是玄妙莫测的人，他的话又有什么深意呢？还是下次再说，现在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神里小姐汇报吧。林华，你的最后一个愿望也已经实现了。哼。哦，林华，哦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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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见面还是第一次，旅行者和派蒙。你们帮助那几位朋友的事，我都已经听说了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是啊，只要没法拿回神之眼，感觉做什么也无济于事。哎，话说林华，你这次怎么可以出来见人了？因为那三件事之后，我已经把你们当做我的朋友了，就像
我也不会隔着屏风和托马说话一样。嗯哼。等一下，托马不是你的那个仆人吗？我才不要当家仆嘞。小派蒙可真是风趣，托马作为我的近仆之前更优先是我的朋友啊。嗯，感觉从屏风后面出来的林华小姐气场也不同了。好吧，那就做你的朋友吧。多谢二位。回到正题上来，在看到那些失去神之眼的人的苦痛之后，你们作何感想呢？在作为神明的将军大人眼里，众生也许只是一个个生命而已。雷鸣、奇光、狂风骤雨，他们的到来也永远不会顾及凡人的感受，但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体会得到吧。看来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了。既然这样，不知能否再考虑一下。啊，是真的吗？嗯，那是自然。好吧，真有你的，小姐。我就说他不会置之不理的，我果然没有相信错人。那么至于那些秘密的事，我们还是移步目录茶室再做讨论吧，以免牵连涉风行李的一般人。又到这里了，你们先聊，我去帮你们望望风吧。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总要来这里集合呀？曾经这里是将军赐予摄凤行的封地，为摄凤行的神理家才能规划建设修缮，甚至管理出入人员。这都是由于摄凤行统管祭祀事务的特殊性，许多时候需要旁人回避。我知道了，需要一点神秘感。后来在城中的祭祀事宜变少了以后，先辈们就修建了这座仅摄凤行相关人员才能自由进出的茶室。哦，那确实很适合作为秘密基地。好了，既然这里可以畅所欲言，那么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将军大人他……我虽然见过将军大人的次数很少，大多都是各种祭祀仪式上。记忆中除了威严、尊贵和无与伦比的威压感之外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他的情感似乎非常淡薄，比起统治者或许更像一个无情的执行者，以各种形式践行着永恒这唯一的目标。其实对绝大部分人而言，眼兽令是一件事不关己的事，毕竟能够得到神之眼的人少之又少，甚至可能还会招来嫉妒，因此大部分民众只会选择冷漠处置。怎么这样？有点令人生气。不过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是有远在海奇岛的反抗军存在的。反抗军专门反抗眼兽令吗？嗯，许多已经失去或者害怕失去神之眼的人，都在海奇岛的珊瑚宫麾下组成了反抗组织。至于珊瑚宫，海奇岛的珊瑚宫自古便和明神岛的幕府存在着信仰上的冲突。嗯，也不知由他们领导的反抗军是否别有所图呢？当然试过，可每次废除衍生令的提案提交到天守阁，都会因天岭奉行和勘定奉行两方的否决而作废。他们一直摆出一副无条件支持将军决定的态度，没有任何商讨的意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将军忽然做出衍生令这样的决定，又是否有什么来由呢？
我还有个问题。嗯，派蒙想问什么？你们想好要怎么对抗衍兽令了吗？老实说，没有。哎，毕竟要对抗衍兽令，就相当于要对抗神明啊。光是做好这样的觉悟，就已经很难了。那要怎么办？所以目前为止，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减少衍兽令的损失，比如藏匿神之眼的持有者，或者制造假的神之眼来应急。神之眼居然还能造假？可别小瞧花剑版那些手艺人的工艺，他们可以打造出肉眼难辨的神之眼仿品。可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一直帮助我们伪造神之眼的正圣师傅，在前些天被天岭奉行的人给逮捕了。还是被发现了吗？嗯，我们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，暴露是没办法的事，但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正圣师傅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但劫狱的事碍于我和托马社奉行的身份，一旦暴露便会牵连整个神里家，恐怕此后的行动也再难有庇护。我们当然也不会把这件事完全甩给你一个人，做好准备的话就到花剑板去吧，那里有一家叫做长野园的烟花店，你会找到可以帮你的人的。需要奉行大人过关文件。需要奉行大人。